一万条面包虫需要多久吃完一个汉堡？兄弟们，搞了2斤面包虫，25块钱。老板说一斤面包虫大约有5000条，这个价格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。这些面包虫主要是用来喂爬虫的，先把这些面包虫给倒出来。这老板非要搞一张报纸在里面，搞一个蛋托不好吗？那也更方便一点。继续，还有一袋，哇，这个虫子爬的到处都是，不好弄啊。这个报纸里面是最不好弄的，爬的到处都是。兄弟们，华莱士大牌子，华莱士Hamburger Chicken 大牌子啊，开了。薯条、汉堡、兄弟们，听说吃了华莱士会喷射，给面包虫吃一个汉堡，会不会喷射啊？试一下，一个我自己吃，一个给面包虫吃。刚才那个容器太小了，搞一个大一点的容器。把老八秘制小汉堡放到中间。哇塞，这个里面还有好几只甲虫，面包虫的成虫。把面包虫全部倒进去，让它盖住这个汉堡。